去年再生多个仔的张柏芝，呢日除了铺出和妈咪的合照庆祝母亲节，还整了一条片添。片头一开始就画住了柏芝和三个仔仔的全家福。影片入面摆了由2007年驮住大仔 Lucas 到二仔 Quintus 九岁生日的点点滴滴，不经不觉就12年了。五月除了是母亲节，还是柏芝和 Quintus 的生日。柏芝就带了仔仔去主题乐园玩，而 Quintus 就做了个奖杯送给柏芝，上面印了 Best Mom， 还写了名字。虽然不小心就串错了妈咪的名字，不过收到 Quintus 亲手整的礼物，相信柏芝都是甜到漏的了。